行李怎么出来了？昨天爸爸门给你关，没有给你关门，熊熊。走吧，出门了哦，走，走了走了，弟弟这个敢不敢跳？哎，棒棒，都会跳了，哥哥来，好了，哎，哥哥，这里，哎，妈妈关门。哇，今天好不容易出太阳了。弟弟到家第六天，终于出太阳了，是不是啊？出来就高兴了吧，对不对？嘿，总是在家里要赖床，这么美好的阳光，对不对？弟弟也第一次见呢。熊哥，你怎么了？又不走了，哥哥？你看弟弟，走走。叫哥哥，走啦！哎，我们走走走走，哎，我们走，哎，乖，哎，好棒哦！弟弟，弟弟嘴里拿了什么？弟弟嘴里拿了什么？宝哥，嘴里拿什么了啊？宝哥。等一下，喂，喂，我们等车车过。好，再看看右边。OK， 走吧。
然后哥哥的打卡点，打卡点。熊哥，你知道怎么走？你小的时候都知道怎么把自己解开，你把自己缠住了，看见没有？待会儿，你看弟弟都等着你呢。来 ，yes yes yes yes， 你就是要跟那个棍子缠在一起，是不是？那妈妈带弟弟走了。哎，妈妈带弟弟走了。Yes, yes, yes. Good boy, good boy. Ye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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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. 看见没有，解套了是不是？哎，乖呀。仰泳呢，够了哦，喜欢是不是？喜欢这味道？奇怪，弟弟怎么没有那么喜欢呢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可以了，这么喜欢啊？啊？够了吧？够了吧？啊？还要看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走，走，走，你以为？别别，够了，可以了。哎，妈妈回家又得跟你说。弟弟又不走了，看见人了是不是？那么等一等 ，wait。哎，又要看。哥哥等一下，弟弟要看车车。好，走吧。看完了，道哥，看完了没？大车车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可以了。大车车，小车车，可以了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八哥，可以了吗？啊，那我们可以不可以让哥哥走啦？等哥哥打卡，啊，大哥等哥哥打卡。今天妈妈带领您来这个小区走一走，大哥可以稍微拓展一下你的地图了。哎，我们右转进小区，好了。哎，我们右转进小区哦，来这个小区啊。这个小区很干净，很漂亮，是不是啊？喜欢是不是？哎，这小区很棒棒，妈妈也觉得很好。熊哥，别人家里的草地我们不上去啊，包哥也是不上去啊，不要把人家的草地毁了，到时人家不高兴，听见没？上次人家有一户人家连你，你还记得吗？哎，好不好，我们走了。这么不舍得啊，那是别人家的，咱们不去啊。那公共草地妈妈带你去，别人家里的。哎，你看弟弟好乖。好了，好乖哟，终于会有一点点默契，可以一起走路了。好乖哟，好乖哟。好了，要出这个小区了。出门咱们左转就是小学。我们来等等啊，来上来上来上来。Yes, wait, wait, wait. Ye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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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 boy. Yeah, 我们等一等啊。Hi.
起来。好了，宝宝经过了，熊哥可以了。我们走，再往前走一走，我们就到小学喽。宝哥，开开心。你要看人家大房子的，大房子漂亮。看，这就是大小学喽。喂，我们过马路，我们走对面，好不好？等一下 ，Go， OK， 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哎，对，我们走这个方向回家了，回家这个方向啊 ，OK。宝哥好棒哦，宝哥今天走了这么远呢。好啦，马上我们就到家啦，我们向左拐。等一下啊，车出来了。好，我们等车都走了我们再走。哎，等一等，还有一部车。好乖呀。好，我们走 ，OK， go。这部车该让我们了，那部车也要让我们。我们往前走，最后一段到家喽。棒棒，今天两个都好棒，两个都没有让妈妈抱，也没让妈妈背。天气好，是不是心情就更好了？看见什么了，熊哥？熊哥看见什么了？他对不对，熊哥？哎，哦，又看见行人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在旁边等一等啊，来来来，我们等一等。谁？啊，我 wait。到家了，回家我们喝水休息好不好？